件一件的家具看起来非常的舒适，这些家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都是用钉来编织的，而且全部都是手工制作，在地生产。东莞夏凉，它是手工，一般的家具都给起我。手工的东西就是比较注重就是它的品质，它的制作用心，它比较艺术一点。一般家具就是都给起我，当时一个抽屉啊，或者说一支茶，它就如一个形状就起来了。藤不是，他都要在有咧做这块嘛，吼，伊就爱靠经验，看我去行，看我去行，看我去行。头家做这种家具已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，生意同好的时阵，请了十几个师傅。不过因为大陆人工少，竞争大，即马只剩伊甲两位员工咧做。是拢无大去经营啊，因为个手工就较贵，但是利润低。东西你看蛮贵的啊，但是他就是做啊做辛苦，我家就是拢较个性化，每一个物件吼，都是看伊制造过程啦。因为坚持品质，头家放弃甲大陆粗俗的品质来竞争，伊发挥家己的设计专长，替人客设计上下用的家具，颠倒吸引了不少人客。现在就是说客制化来讲啊，我可以把每个点、每个地方都做得最好。每个弧度、每个材料都用得最好，因为客户懂的人，他都能接受，所以我订单也排到五月底了。他绝对不会换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这张椅子绝对不会换，除非你用机啊、机啊、菜刀给凿。我了解，我都做到安尼，当然价位会高。一步一步对编织开始。头家讲，伊的物件唔惊写，只要伊歪，伊的家具就一定会当使用。就是这款自信，予人客对伊的家具的品质相当信任。记者陈雅玲采访报道。